三乘二八一花戏女婿锦妹乐聊错更的情形在这渔夫吗木木蛋绿木蛋白木蛋你赤兔马啊就你这个头虾哎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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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哎哎、加油加油我最棒哎我最棒我家是在大桥头走遍东西南北中满堂皆是喝彩声大家好我是龚岩我是尹松周宇欢迎大家收看满堂喝彩在节目中呢我们将带着您一起走访全国各地的曲艺剧社带您欣赏最原汁原味的曲艺作品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曲艺城市就是河南洛阳大家好我是龚岩大家好我是尹松大家好我是说相声的李丁那接下来让我们用最最热烈的掌声有请范军张小英二位老师欢迎二位范老师好你说好欢迎您欢迎您你好你好你好请坐请坐请坐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咱河南的第一嘴这是咱河南的第一美她叫张小英啊我就有一种感觉今儿的观众真不亏范军老师你看我虽然不是这主人是吧、嗯、但我现在毕竟坐在了次 C 位啊次 C 位这个是谁次的你这个 C 位我自己硬要来的这个次 C 位就是那个什么您别这么捧自己是吧咱们毕竟是曲艺节目咱们捧一捧下边曲艺也可以好不妨下边的曲艺节目你捧一捧我也是好的对不对这个不是那个不是还没到您吗你看李丁这形象这小伙子精神不精神啊你知道我来回答他呀朋友精不精神啊观众停顿一下观众基本上没反应你看见没有啊邀请二位老师来呢你看今天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没有节目单但是我们有来自河南的物件特产那么多河南的土特产对对啊是每个物件就对比上台的人和表演的节目太好了那咱们第一个物件是我去看一看不知道啊你去看一看好那我就选这个你这是什么这饼这不是煎饼吗这不叫这叫什么名字啊这煎饼这不是芝麻饼你知道这叫什么吗什么这一般情况下你只是看如果看这个外表这河南话叫嚼馍对嚼馍但是呢为这个还有今天这是一个特殊的哦叫鸡内金焦饼什么我好复杂的名字金是药材鸡内金我们知道这是药材我们小时候为什么说这个鸡内金啊我们比如说这个最近胃口不太好吃不下什么东西然后家人来消食气来这一吃你就很有胃口了健胃消食哎那今天我们在我们这个桌子上边好像只有一位姓范的老师对不对我这个有范儿对啊有范儿所以那是不是要请这位有范儿的老师为我们表演一个节目了来看看那就演一段吧范老师吧谢谢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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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太好了感谢亲爱朋友们的掌声谢谢您呐我觉得这儿的观众太好了哎倒是很热情啊哎兰兰哎你看现在咱们国家呀已经进入了5G 和大数据的时代没错现在自媒体短视频铺天盖地影响咱的生活你看现在我们的欣赏习惯都改变了哎有什么变化吗大家都喜欢用碎片时间来欣赏碎什么叫碎片时间呢碎片时间你不知道啊不明白呀地铁上打个盹儿哦吃饭等个人发呆纳个闷儿开会走个神儿这就叫碎片时间还真是这样的对不对啊你看现在一部手机伴随我们的生活没错现在手机啊给我们带来生活的便利前两天我刷视频啊我就刷到很多中国曲艺精彩的节目哎这里边都有什么节目呢哎呀节目太多了勾起了我很多年前的回忆啊往年的回忆没错不是您能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吗那这么着吧怎么着我也别介绍了啊我在这儿给大家学一学大家听一听这位艺术家大家熟悉不熟悉哦让我们猜呢没错那您现场来吧张嘴就来咱听听你听啊好见到大家我的心里忒高兴了啊在这儿给大家问好了好好好
你说我年轻的时候唱的啥好的啊？就这老了差劲了。哎呀，就这我做饭时候我都唱。您就唱做饭这段，就听这段啊？就听这段。那你就请好吧，咱听听。我做的是凤肚炒肉溜鱼片，醋溜腰子炸排骨，松花扁担的白莲藕，还这半肚滋味足，四两四那个八碟菜，白干老酒啊，烫一壶，这还带着身段呢。走四方，你看一看，你尝一尝，我做的饭菜到底香不香？香不香？怎么样啊，朋友们？好，这节目我太熟了，听出来了。1996年春晚，赵丽蓉老师表演的小品《打工奇遇》。没错啊，对吧？哎，楠楠啊，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哎，什么想法呢？你看我会这么多才艺啊，你拿出手机来。咱们录成1分钟的短视频，短放到网上，点击率蹭蹭的往上涨啊！不是，关键您这视频得有亮点。你这么说啊？怎么着？你现在随便唱一首什么流行时尚的，当着朋友的面，我能改成传统的非遗的，你信吗？我唱什么都行吗？唱什么改什么。那这么着啊？怎么着？我现场拿出手机，哎，现场录制。那咱们现在开始，来一回啊！来啊！流行时尚的可以、啊，你来吧。那你听这首、啊，来来来，我们年轻人都知道这首歌曲啊，来。每天起床第一句先给自己打个气，每次多吃一粒米，燃烧我的卡路里。开封有个包青天，刚直不阿辩中间，是我就用小英唱那版《满江红》给你改这个燃烧我的卡路里，好，就唱这首啊。那当然了，这还真没听过、啊、当着就来，来一回。梆梆梆梆的啷当啷当当，每天起床第一句先给自己打个气，打的滴答滴答当，每天多吃一粒米，也要说声对不起。打滴答滴答当，莫清莫清，你看看我的锁骨在哪里？打滴答滴答当，白白甜甜穿珍珠奶茶方便面，火锅米饭大盘鸡。打滴答滴答当，拿走拿走你宝可气，我要燃烧我的当当当当当当卡路里。你说这些节目好不好？好看。精彩不精彩？太精彩了。你赶紧传到网上，朋友们一定喜欢看。不是，那可不一定啊。为什么呀？刚才光看您精彩表演了啊，我这一激动啊，怎么着？没录上，白忙活了。谢谢我们洛阳的观众朋友们的掌声，很热情啊。你看中原大地的文化真的是厚重。没错，前一段啊，我就到洛阳一带寻找非遗的传承人啊，采风。哎，啊，我还真发现一位非遗传承人，这是高龄艺人。哎呦，这个老先生太棒了啊，会唱洛阳的老调的曲剧。老调的？哎呦，唱得好极了。不是唱哪出啊？有一出千古绝唱的一个剧目，叫什么呀？叫《白蛇传》。行了行了行了，那叫《白蛇传》。人老先生有文化啊，人说话走大折，大折叫《白蛇传》。啊，行行行行，爱怎么说怎么说，就是《白蛇传》。人家用的纯正的洛阳老城一带的话唱的《白蛇传》。这么着啊？怎么着？大伙儿来着了啊！咱们掌声欢迎，让范老师唱两句老调《白蛇传》，行吗？这个老调洛阳的曲剧《白蛇传》是啊，这个今天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有，不一定能听得懂。你在旁边翻译翻译怎么样？您来唱，我来翻译。那我给你大家来来。好啊，行吧，来一位啊。哎呀，我这顶多也演个白忙差不多，反正大家凑合看吧。您这体型大家展示一下啊。娘本是一条长虫在深山去了，就是在那儿盘着，去了来去了去，变成二八月光棍，那很厉害的。那一天俺在洞里呀，啊，心里头不带劲，不高兴了，一心心出洞去，俺去外边耍一回，就想出去。来到了西湖边，啊，碰见了许仙那个小子，哎，俺们两个喷了一回回，哎呀，我的
么呀？怎么了？生出个蛇个子儿，呦呦呦，生出个蛇个子儿，够快的。那要问，蛇个子儿他叫个什么名？他叫什么呀？他的名字就叫就叫个名字。谢谢二位，谢谢谢谢。那咱们继续吧，好不好？继续吧，继续吧。还选哪个？那我去选，你去选吧。这个观众朋友可以继续给意见啊。好，就认识好多新东西这回。你问问你后边那小妹妹，对，你想选什么？小姐姐们喜欢哪个？好，选樱桃。人家说的石榴，靠实力单身。就是别人说什么他都不听，尤其是女生。好，你回来吧，快回来吧，来来来。我看樱桃好像更好看一点，下回选石榴他们。哎，丁儿，你先尝一下这个樱桃，大樱桃。只有我自己尝是吗？啊，是你吃完了我们再吃。小英姐，咱们一起吃吧。你吃完半个小时以后我们吃。这个樱桃啊，说起来跟河南的联系啊，这个是我们郑州特产，郑州产樱桃，而且郑州还有樱桃节，樱桃沟。郑州有个地方有樱桃沟、樱桃节。对对对对。怎么样？丁儿，你猜猜，这个樱桃。跟即将上场的哪位演员什么样的节目它是有勾连的呀？你想想这樱桃的特质是什么？那樱桃好吃树难栽，给你个提示，上来的是一个跟树有关的，那就是快板演员，然后拿着两个，那是竹子，那是竹子。是这样的，就是你要再让我想的话就显得我现在更无知了。能不能告诉我正确的？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河南坠子，坠子好听，琴诗难觅。要特别介绍到的就是这位伴奏琴师陈胜利老师，欢迎几位。千言岁月不多轮，咱今天表一表那个小孩儿。身上打了一个花蝴蝶，戴着一身黑帽儿，大家就往那个驴上看，驴上坐了一个小鸭人，管他不过十八岁，小一岁也不过那才十七，说鸭人逗鸭人，长了一副厚脸皮儿，这个鸭人鬓角里掉了几根乱头发。像没啥熟，你看他熟了个豆火爬柚子儿，小柚子儿倒柚子儿，这个柚子儿像个锅底儿，爬蹦这边爬盆蹦那边，抻着个腿圈着腿，长着个小嘴和露水，瞪着个俩眼偷看人，不看老不看少，单看那大粗辫子青头皮，二十多米小黄瓜儿。有事赶快回到咱家门，两口有个怪脾气儿，不骑马不坐轿，就没见儿，得了我我骑黑驴。这就是一个黑驴瓜，唱不好了憋死人。我唱到这里拦住吧，唱不好一下就换人。
欢迎三位，来唐唐到我这边来，来，我们先请他们跟大家伙打个招呼，好不好？各位好，各位好。陈老师，人家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河南坠子的代表性传承人了。大家好，我是河南坠子演员秦梦瑶。大家好，我叫陈向恩。唱特别好，我跟你们说，就我刚才看到后边时候，我真特别感动啊！明明是讲的一个很有趣的故事，然后但是就偷偷的流了几滴眼泪那样的。鳄鱼的眼泪是为什么呢？不是鳄鱼的眼泪，不是鳄鱼的眼泪，人家是激动的传承的眼泪，真的是感动了。你知道为什么？对，就是说一下我跟梦瑶的关系啊。不，这你好好说这段啊，你好好说，好好说。梦瑶是我奶奶的好朋友。哦，我以为什么？因为我奶奶是河南洛阳人，她跟你不是好朋友，跟我也是好朋友。我们俩的友谊是靠她奶奶来维系着的。主要是你奶奶的好朋友。然后我奶奶老在就跟梦瑶聊天，就发消息这样的。对。然后因为梦瑶在这么小的时候就成名了，对，就已经成名了。可以说我奶奶真的是看着梦瑶的节目长大的奶奶。你等会儿，你奶奶看着梦瑶大的奶奶，你奶奶看着梦瑶的节目长大的。刚才大伙儿还记不记得我一开始介绍到说坠子好听，琴师难寻，说的就是陈胜利老师。我们河南坠子最早的叫玉石调。这个恐怕很多人不知道，因为啥？这还有一个缘由。河南坠子产生于古都开封。对，这个就是创造河南坠子的人是个弹三弦的，这个哼起来就是弹的。是我们中原当地的三弦，而不是那个蟒皮的大三弦。而后他把这个三弦竖起来，安上弓子拉。他的一个朋友是玉石店的一个老板，为了庆贺他创造一个曲种成功，送给他一个玉坠。这个人呢就把这个玉坠坠到了这弓子上。古时候说书是马蹄灯，一拉弓子一鸣一亮。后来人不知道他唱的是啥，说你去干啥，我去听那个，哎，就那个坠子就想起来那个玉坠儿。哎呀，今天普及了，真的是，哎呀，真的长学问了。这么着，你让孩子唱两句，来吧，你好吧。乔派，八月里清风，咱们走吧。开始。嘿，典型的乔派。小首饰，小医生担的那个独杆的草，小蚂蚱总是在那荞麦根上，燕儿肥难得止寒暑，哎，小女儿呀，小女儿在房中绣鸳鸯。好了，哎，对，好了。所以说你看的真棒，坠子好听，琴师难寻。陈胜利老师也跟我们讲了很多。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这位嘉宾，那是跟陈胜利老师，那是好到不行，好兄弟。来，有请陈立民老师。有请陈老师，欢迎您。来，请坐。刚才啊，我们介绍了半天，陈老师您是当之无愧的幕后英雄啊！这是第一个将咱们河南坠子、河洛大鼓以及咱们曲艺三弦书，搬到电视上的唱活四大鼓曲。原来，咱们这个什么曲艺啊，都是田间地头，而后到剧场，在剧场演出，咱们这个曲艺形式，怎么在这个电视上，能够在大的晚会上能够呈现？我记得那是2004年的时候，咱们河南坠子。第一次上咱们河南省春晚，河南省春晚叫什么特殊礼物，我记得非常清楚。首先说内容，它不是传统的段子了，是吧？它是一个表现这个军民关系的这么一个，内容上是驻守边关的是丈夫，妻子在家，带着孩子，而后把这个曲艺的这种形式呢，就给它什么变成表演唱的形式。
有没有看到我们这个小尚恩一直在拿着这剪板？我们这样，我们也今天结合一下，年轻人学学这个剪板怎么来玩儿。孟瑶教一下吧。你们都有江湖事儿啊？哎，有。孟瑶教一下，我们这都准备了。这个剪板啊，就是两块板，你看分里板和外板，然后我们的手基本上是这个姿势，用小拇指卡在外板的下面。啊，对。然后呢，这样简单的就是这样，哎。哦。给他。这个要把在虎口，把在虎口处，然后给他一点空间，哎，啊，是这样吗？这样对吧？不对，不对吗？用手腕去发劲，用手腕的力量来打，手腕去带动它，对，你得敲一半儿，敲一半儿，对，才能清脆。哎，哎，我怎么有点紧张了？有点紧张，哎，是大概是这样的。好，谢谢各位，谢谢，谢谢。来下一个，该选了，咱们看什么呢？我去看一看，不知道啊。去看一看，好。选个什么呀？李丁那个绿的你认识吧？就小麦旁边那个绿的。这个吗？那不是菠菜吗？那不是菠菜？什么菠菜？啊，不是菠菜吗？不是菠菜。这是什么呀？这知道吗？你知道这个可是河南的一个独特的，这个人展示。嘿。叫什么？什么啥东西？荆棘，他们都没听过。啥荆棘？对，这个用河南话说叫荆棘仁儿。荆棘仁儿，对，这不就是这不马齿苋吗？荆棘，这个是相当于是什么呢？咱们河南版的鱼腥草臭豆腐，就是它的味道啊，吃起来有点像薄荷叶，但是它其实很清香。对对对。哎，小英老师肯定在平时在家里头各种做法。哎，用点面蒸一下，跳一下更好吃。还能蒸呢？还弄塔菜馍啊，烩面里边蒸，跳个黄瓜，拍个凉皮儿，加面饼，就连吃都可得劲。哎，别说了，下一组上来的嘉宾呢，两位演员，其中有一位啊，特别爱吃这个荆棘，爱吃荆棘。哎，而且呢，他们是两位90后的小伙子，相当相当的精彩。掌声欢迎他们俩。谢谢各位朋友们，太热情了。没错，相声演员这个功课您都明白吗？当然知道了。都有呢？讲究四门功课，说学逗唱。你看你多好啊。啊，说我知道。说你知道？说就是说话嘛。说话嘛。你好，啊，你好，吃了没有？吃了了。吃啥呀？讲面听。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是这个说吗？这不说吗？不是这意思啊，说也是绕口令。绕口令，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这是说呀。哎呦，哎呦呀，这就是绕口令啊。啊，对对对对。哎呦啊，我们除了说还有呢，我们还有唱呢。哎呦，我就知道是这个。你这还有唱呢？不会别的了。唱唱唱太平歌词，一般人就来不了。太平歌词啊，那个昨日里阴天渭水寒，出了水的胳膊儿晒在了沙滩。别好了，别好了，都别好了，别喝这个。李丁老师，你怎么不呲牙乐了呢？我这个是不是也是太平歌词？对。哦，这就是太平歌词啊。你这是干嘛呢？生气了是不是？废话，看不惯我。多新鲜呢。我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这位怎么这模样啊？刚才说的那些相声演员都会。这都会。你除了这些你还会其他的吗？这都行啊。啊，都行。什么都行啊。大调曲子你能来吗？大调曲子还更拿手。还更拿手？更拿手。你就唱两句大调曲子。你唱两句我们听听好不好啊？听听听，更拿手的啊。你来。十冬腊月黑咕咚，家家户户水朦胧，嗯嗯嗯嗯，大地偏暗暗暗暗多寂静，多好听！好了好了，我个，嗯嗯嗯嗯，你可以了，嗯嗯嗯，没完了是吗？别唱了。
你有点飘了，知道吗？我怎么了？我干嘛呀？上台撅人是不是？不是撅人，说一个你会，说一个你会。咱就这能耐。哎呦，这位可太狂了，这位。这我还搂着说呢，还搂着说呢。对呀、啊、对呀、啊，咱就唱方面，告诉你谁也不服，知道吗？谁也不服。对了，你这话可太大了，一点都不大。我告诉你，在座的各位老师啊，我随便请上一位来，就比你厉害。你请，你请，我请的这一位啊，是咱们中原第一女丑哦，电影《满江红》配乐的主唱，张老师，张小英，张老师。哎呀，慢点，慢点，慢点。哎呀，老师您快来了。这张老师是你帮手啊？对呀、啊。哎呦，好好。张老师，嗯，这位太可气了。嗯，我说一个他会，说一个他会。没有面子了，我在下边看了，我很尴尬呀、啊，您得帮帮我。那你说，叫姐咋帮你嘞？多温柔！您这，您我唱是唱不过他，您肯定行。你们俩 PK 一下，完事儿呢，您要是赢了，我把我这个月的工资都啊，我拿20请您喝牛肉汤。我走吧。别，开玩笑呢。我请您吃水席。呀，我走吧。两顿。就爱吃。两顿水席就打发了，你看看。我唱啥呀？您就唱《满江红》当中的片段就行了。那我试试吧。您来两嗓子，咱听听。没用，没用，没用！一毛官，忘恩师也能重相；二毛官，战青龙的八路先王；三毛官，扫殿后火焰上将；四毛官，硬着头干过忠良。好，太好了！哎呀，胖了吧？我告诉你，现在投降还来得及啊！咱就实话实说，你这个帮手，反正就是唱的，还行吧，还行吧。还行吧，还行。来，小伙子，咋了姐？河南的豫剧你会吗？会吗？相当会。哎呦，口气太大，一点都不大。那咱俩合作一段啊？咱俩唱一回。那您说咱唱哪段？鉴黄鹄。那行了，就来。来，音乐。来。是家里成功。哎呀亲爱青年去大理把身披，新皇姑御驸马国父唱的不赖，我不中。哎呀，原来光找你唱呢，现在你还会唱旦角了。以后咱多喝多。你教教我。以后咱多喝多。咱俩多喝多。走，来姐。姐，别走啊！水席，吃水席啊！咱就吃水席啊！
太棒了，陈老师，真的。那您这嗓子太棒了，真的，哎呦，独一无二。当然，这个马跃和这个宇豪二位也是够厉害的。这孩子特别聪明，小时候就这么高的时候，在梨园春上都当过擂主。就这个歌差不多。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就随着梨园春的艺术团演出，这孩子总是跟着，真是我看着长大的。我认识小燕阿姨的时候，我才八九岁。八九岁，对对，八九岁，15、16年了。啊，嗯。我说今天我来这第一次见这孩子，我说哎。原来唱戏的现在说相声了啊，而且说的不错，所以原来就是唱豫剧的。我大小唱豫剧，那后来为什么改了行了呢？后来是因为这个2008年我十岁，哎呦啊十岁，然后有一小孩打快板，我就天天追在他屁股后边，我问他要快板，然后天天我就自己在那打。然后呢，从北京录完像回到郑州，下了火车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你给我买副快板，你不管买快板我不回家。然后郑州火车站附近德化街有那卖快板的啊，对啊，后来才知道那快板10块钱一副，卖我150。这个说，然后我就拿着快板，打着快板一路就往家走。小孩嘛，我就在马路，我妈买菜市场在那打，打着打着呢，就在菜市场那街上来了这么一位，就是我的启蒙老师。叫马启明，他看见我这孩子会打快板，他就说你会打吗？我说我会打呀，你打两下，我大顶顶大顶顶大大顶顶大顶顶大，孩子你学多长时间了？我没学过呀，我就在北京看人家打了，我看会了，我给你来一段吧。老师拿过板来，踏顶踏飞升，对，蹭就杂技一样，我就看傻了。我说快板还能这么来？嗯，然后我说我跟您学，就打那儿起，2008年开始学的这个。哎呀，这是属于老天爷赏饭吃的。真的，那再次把这位掌声送给他。好，谢谢。那咱们继续吧，好不好？继续吧。还选哪个？那我去选，你去选吧。这个观众朋友可以继续给意见啊。洛阳是什么城市啊？牡丹之乡。牡丹之乡啊，牡丹之城，来选牡丹吧，我觉得可以。哎。你看看，违和，有点违和。这个花真的，哎呀，这个牡丹搁到你这有点糟蹋了。你换一个人拿，来，那小英老师拿。哎，小英老师拿一下牡丹展示。美，你看张小英老师啊，这个脸呢，基本上长得都跟那盛开了牡丹花差不多。我现在觉得河南的观众一点都不友好，怎么不包容我呢？怎么？我们河南观众实诚，但是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洛阳呢是牡丹之乡，对，而且这个牡丹是咱们洛阳的市花。我们这儿有牡丹节呀。嗯，对。接下来要出场这位，就跟大家说三个字儿：白牡丹。白牡丹，请欣赏。
谢谢谢谢白老师，来，太棒了！您好，白老师，太棒了！哎，您坐，您坐，您坐。白老师这嗓子是不是来自黄河的腔调啊？哎，嗓子太棒了。然后中间还有那个啊啊牡丹，就那个唱的那个就夸各种牡丹花，我觉得那个就特别的婉转。要不你跟白老师学，你学两句，学两句。你看那红牡丹、绿牡丹、白牡丹，那个黑牡丹，摇晃为此蓝牡丹，这个是姹紫嫣红，争奇斗艳，国色天香，娇艳欲滴。白老师，您那个有点这个，这太难了，这个。王老师，就这段。李丁，你行吗？李丁，就这段，就那个高腔啊，你就来一下，行不行？那高腔就是啊。我看调气低低点，你稍微低一点，稍微低一点。你看那，你看那，你看那红牡丹、白牡丹、白牡丹，那个黑牡丹，摇晃为此蓝牡丹。就后边就别了，后边我觉得我可能唱不到后边吧，老师，我的颜面支撑不了，支撑不了，我唱那么多。那个你看那红牡丹、绿牡丹、白牡丹、那个黑牡丹，我怎么觉得我唱的好平啊？就这样，你没有一个调在调上。不是你基本上唱完啊，整个牡丹院基本上没人看了。你要不然没啥看头，你要不然换一个，换一个你擅长的，比如绕口令。河洛大鼓这腔调，咱不是有那个红墙上画凤凰，画凤凰那边画凤凰，你是我跟你们说啊，绕口令和河洛大鼓我都不擅长。那个导演，你打车吧，好不好啊？不，但是我扫个自行车送走。但是我的颜面可以，我的脸皮很厚，我可以试一试。你试一试，试一试，试一试。你看那红凤凰，粉凤凰，红粉凤凰，粉红红凤。请问在哪儿打车呢？那个，你放过这些凤凰吧。谢谢，谢谢，再见，谢谢老师，谢谢。宝剑在手，说了两个字，哪两个字？是信。长肥臀，长肥臀，完了下后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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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观众端。有病吧你？你赤兔马啊，就你这个头下，哎，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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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来下一个吧。是什么呢？选什么呀？白发青，这可以吗？亮个相让大家看一看，哎，拿的是什么。行了，你要抱，你别抢我们镜头，你快点。选的这个应该是铁棍山药。铁棍山药这有什么讲究？这个铁棍山药呢，是我们河南焦作温县的，已经有3000多年历史。哎呦，真的用8个字来形容它，我觉得特别贴切。嗯，滋补佳品，老少皆宜。没错，三千多年了。节目呢，所以接下来对上这个演员，你觉得是3000多年前的是吧？有可能吧？没可能，真猜不着啊！这个还要观察。嗯，哦，铁棍山药，嗯，知道为什么叫铁棍山药吗？因为它长得像根棍儿。对对对对，哎，你琢磨琢磨，你认识的这，当然你也没认识那么多人，但是你仅有的认识这几个人里边，有没有谁长得又高又瘦像根棍儿？我认识，你认识这人，你认识，猜着了吗？当然，我当然了，我认识多少人，你认识多少人？来，我再给你，哦，得是这样，我给你提示一下。除了有这个之外呢，他也有这个又矮呀，还有又等一下，什么的。等一下，我问一下，我问一下比我懂行的观众，你们猜着了吗？金杰和小房是吗？王小满吗？哎呦，来吧。真像山药，一模一样啊！这简直，非常感谢大伙热情的掌声啊！哎，对了，尤其是来到这个满堂喝彩的节目，哎，这好节目啊，比较高兴，见到大伙我们更高兴。而且为什么要邀请我来呢？因为你像一个没长长的山药。刚才在后台净听他们说咱俩坏话来着啊！为什么邀请我来，朋友？您快点说说这原因。另有原因啊，因为我这个人呢。比较有文化。嗯，你说这话我都恨不得给你铁棍山药。我铁棍山药怎么了？哪儿看出你有文化了？我经常发表文章。哎呦，哎呀，我要传输给大伙文化。
哦，你来传输文化了，让大家都变成跟我一样的文化人。哟呵，看你这模样不太像。文学界我有个外号。哎呦，您还有外号呢？哎，那您的雅号是？人送外号。您是？洛阳唐伯虎。咱俩拉了手吗？你也洛阳唐伯虎。我郑州祝枝山的。谢谢。什么叫郑州祝枝山呢？就你这模样唐伯虎，大伙儿看看来，我看不像唐伯虎，像什么呀？像土拨鼠。谁像土拨鼠？就是地里啃山药的。滚滚长江东逝水。就你平时唱歌也这么大喘气加憋不住乐吗？啊，你管着吗你？什么呀这是啊？我一唱这个，你想起哪个古典的名著了吗？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滚滚长江东逝水，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哎呦，吓我一跳！《三国演义》为什么要叫《三国演义》？这大伙都知道啊，魏蜀吴三国，《三国演义》嘛。你这个观点我不敢苟同。你怎么不苟同？因为这个《三国演义》这本书里呀，回目里啊带三字比较多。你给具体说说。头一章啊。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有三，有三吧，有三有三。最后一章，降孙浩三分归一统，有三。虎牢关三英战吕布，还是还有三。三气周瑜，有三。三顾茅房，诸葛亮闹肚子，应该呢。三顾茅庐，有三吗？有三有三。还有就是，三打祝家庄，水浒传。三打白骨精，西游记。三门线，河南。三宝镇，河南小吃。我那个三出祁山，六出祁山，二三得六。哎呦，惩罚也算呐？这不行，这还文化达人呢，别误导观众了你。问你个好问题啊，那您问吧。这个知道周瑜吗？知道。知道诸葛亮吗？那太知道了。他俩的母亲姓什么？这三国里没写呀？写了呀。哪儿写的？周瑜的母亲姓纪啊，诸葛亮的母亲姓何。说这话得有根据。原文有记载啊，怎么写的？纪生瑜，何生亮。行啊，新杰呀啊，纪生瑜，何生亮，就是纪老太太生的周瑜，何老太太生的诸葛亮。对呀、啊，可以可以、啊。再问你啊，问吧。张飞的母亲姓什么？姓吴。为什么呢？无事生非。那张飞的父亲姓什么？姓惹。惹是生非。笨啊。张飞的父亲姓张啊。你这固定坑了多少观众呢？我再传播一个知识啊。他又传播了。三国演义当中啊，有那个偷工减料的建筑。哪有偷工减料的建筑啊？有啊，那个长坂坡啊，赵云，对，怀揣阿斗，是杀了个七进七出。你看常胜将军吗？曹操站于山头之上，看见赵云了，对，很喜欢呀。啊，是，但他不认识啊，就问一问旁边的大将夏侯惇。哦，夏侯惇，耶，这号叫啥呀？赵子龙啊，长得可带劲呐。哎呀，抓住他吧。追赵云了啊！追到这个挡阳桥呢，张飞就过来了。张飞大喝一声：“丞相要干什么去？”哎呀，当时到了这儿以后呢，曹操不认识这个张飞呀。对，又问夏侯惇啊，怎么问？哎，夏侯惇又问他了。夏侯惇没听见啊，喝胡辣汤呢。曹操很生气。夏侯惇，哎，夏侯惇，夏侯惇，夏侯惇问了张飞惇，张飞惇，张飞惇，张飞惇问了刘备惇，刘备惇，刘备惇，刘备惇问了张飞惇，张飞惇，张飞惇，张飞惇问了夏侯惇，夏侯惇，夏侯惇，夏侯惇问观众惇，有病吧你？干嘛呢你？跑这玩上了是吗？玩？怎么还有观众蹲呢？往下说。他说张飞一看观众不蹲，气坏了。这和观众有关系吗？这个、不，张飞一见曹操气坏了啊，大喝一声：“怎么样？”啊！这不是土拨鼠吗？啊！大洋桥就塌了。对呀，
是不是偷工减料了？你前面铺垫了十分钟，就为了说这么一破玩意儿是吗？这不行啊！三国的是这么解释吗？而且不光是了解三国啊，还畅想过三国。那怎么畅想啊？好比咱们所有人生在三国的时代，就是咱们到了那个时代能变成谁？代入一下啊。可以可以。那咱俩是搭档啊。对对对，一起上阵杀敌。嗯，你是吕布。好。我是赤兔。你赤兔马啊，我骑着你上阵打仗去。有问题吗？就你这个头。怎么了？杀呀驾。哎，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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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我变成马的马，小矮马。又换一个啊，又换一个。曹丕行吗？谁是曹丕？你，你要敢说你是曹操，我跟你急。我不是。那你谁？我来个你的兄弟。谁呀？曹植。你快算了。怎么了？曹植是三国第一才子，我是文化界第一达人。既然今天在现场，你是曹植，我是曹丕，给你七步的时间做出一首诗来。如果做不出来，哼，你走不出这个录制现场。做就做，谁不会？头一句啊，嗯，煮豆燃豆萁，这是曹植的诗，他抄袭我。你还要脸吗？啊，差几千年的他抄你，第一句就算雷同。哎呦呦呦，那后边呢？后面不一样啊。哦，我来一个增加难度的。怎么增加？来一个自头咬自尾。哦，就第一句的最后一个字儿是下一句的头一个字儿。哎，又叫顶针续麻，行吗？听你这个头一句啊，啊，煮豆燃豆萁，最后一个字儿是萁，萁上是头驴，驴驴驴他是谁呢？念念人。在这里。哇呀，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演一个，再来一个，行吗？翻一个，行。这事闹的，翻一个的话，我想让我的搭档也展示一下。哎，别，我这样，今天主要啊是你站外边逗哏，这你主演，我给你个机会，我这这么宝贵的机会，你给我了，你站出来，我站进去一样啊，怎么了？那就来吧。不再让一下了。就最开始啊，这为什么说让他站外边呢？我主要是怕他站桌子里边，桌子把他挡住啊。这桌子多高啊，这桌子。那这样吧，今天是咱们一个好日子啊。是。刚才我听各位啊，允文允武，有说有唱，尤其是唱的特别精彩。嗯。咱哥俩要是不唱的话，就好像咱不会唱一样。是。那今天这样啊，给大伙儿来一段京剧，展示一下唱功，怎么样？好。来哪一段呢？我给大伙来一段，这样，《四郎探母》。《四郎探母》当中有这么一小段叫叫小番，哎，有难度。这叫有难度，是尤其听什么？听最后一个字儿，那番就得听那八度。哦，可以吗？咱来了。那我展示一下啊。来吧。那咱开始了。本宫细心拣，站立宫门叫小番。就听着八度啊，就这利索劲儿，告诉大伙儿啊，这叫八度啊，低八度啊。这相声演员唱这段最后翻，谁也翻不了。我能翻，我能翻呀。来，我翻一个行不行？真是的。我溜一下嗓子。哎呦！啊！嗨！我！没了。来吧。刚才有观众说踩着吉娃娃了。你们家那吉娃娃长得跟土拨鼠似的。我自个儿踩自个儿了是吗？来，我唱了啊。行，来唱吧。哦，一见公。行了，什么？怎么这么低呀？怎么这么低呀？啊，有反差吗？到底听最后那八度，我起调，你起，有个要求啊，啊，别让着我，别以为咱俩是搭档让着我，嗯，有多高起多高，放心吧，行吗？矮不了，来。
一见公主到令，一见公主到令箭，不由得本宫喜心间，扎立宫门小小米饭。哇呀，翻过去了，就这么个饭呢。谢谢二位，谢谢谢谢。那下一个是什么呢？选什么呀？我给你们拿吧。这都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个不知道吗？这个不知道，这不啊杏仁啊？尹老师，这个你来猜一下，这是什么？你看这是什么？这不杏仁吗？这可以吃。哎，你尝一口，你确定吗？可以吃，这绝对能吃。丁，你先吃一个，吃一个，我们观察半小时，半小时之后我再吃。大家等不及，等不及，半小时之后我尝一个，味道怎么样？怎么样？说实话。我觉得有点雨水过后的那个味道，就小时候那种什么糖什么什么鱼皮豆啊，什么干豆啊，是不是这感觉？大伙说这叫什么？叫什么呀？土炒馍。这个土炒馍呀，这是我们河南济源的特产，这是省级非遗。这个土呢，当中含有大量的微量元素，你不要看它丑，它其貌不扬，但是它真的营养价值极高。那么问题来了，丁儿。他对应的是哪位即将上场的演员呢？就是说，这个即将上场的这位演员呢，肯定他是很有才华，很有料，但是长得呢磕磕绊绊。你来说一下名字，他应该是谁呢？他是那个，这我说谁是不是就得罪你？你就大声说出来吧。你说，不是，让尹颂说。热烈的掌声有请。好吧，你还是没说。他们说我土炒馍，我哪儿土炒馍？各位说说，哪儿的土炒馍？我隆重的介绍我身边这个搭档。这么突然就说到我了吗？哎，我们这个搭档是。具有高水平，哎呦，可不敢当。名字就那么高科技，这跟高科技有什么关系呢？他这个名字对普及少儿的文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怎么不知道呢？我叫什么呀？他姓郭啊。对呀，他叫郭威圭。你这个名字绝对有学问。这个名字比土炒馍还土呢，我听着现在。你注意一点，哥，你可能太激动了。怎么了？我没有后边那个字儿。郭威，郭圭。您好好介绍，我哥刚上来。来到河南，我们特别开心，特别激动。哎，你是开心激动，我是自豪。怎么自豪呢？我回家了。哦，您就是本地人。哎，我唱一段《河南坠子》，大家就明白了，中不中？好啊。是冬腊月，雪花飘，眼看那个大年三十来到了，家家忙着把年过，家家户户就蒸年糕，公公和面，婆婆蒸，儿媳妇在灶下怎么样？把火烧。哎呀，这叫河南坠了。哦，偷年糕这段叫。对，另外河南这个地方语言是博大精深。哎，河南话确实有魅力，有特点。河南戏就更有魅力。河南戏有什么魅力？你说说。河南豫剧有一出戏叫做《白蛇传》，看过没有？这个家喻户晓啊。哎，有这么三个人物。白蛇、青蛇、许仙，三个主人公这是。尤其在断桥一折，这三个人是必不可少。那没错了。但是呢，不是说光豫剧有《白蛇传》，哪出还有《白蛇传》啊？京剧有《白蛇传》，国粹也有，浙江的粤剧也有《白蛇传》。哦，就各个地方戏都有《白蛇传》，很多剧中都有《白蛇传》。往往这个小青表现得好，这个剧种的白蛇就提分。你看啊，京剧的小青什么样？在断桥旁看见许仙了，柳眉倒竖，杏眼圆翻，拿过龙泉宝剑，宝剑在手，说了两个字。哪两个字？许仙当时就能吓趴下。你给来了，许仙，听着就跟拼命。哎，哦，这是京剧，这是京剧的特点。换换呢？到了浙江粤剧，就不太合适了。粤剧他说这俩字怎么说呢？因为那个地方乌侬软语，哎，小青说出话来。
这个许仙就觉得特别舒服。你再给我们学，我们听听来。小青拿过龙泉宝剑，还这样一拉，许仙。哦，听着就是温柔了许多。怎么反应这么大呢？你坐这儿啊？啊，这跟京剧区别就非常大了。所以咱们河南豫剧表现小青，那可以说是惟妙惟肖，充分讨论，充分理解了。小青此时此刻的感受，这豫剧什么样？你快来，我们听听。当时豫剧的小青，一眼看见许仙，柳眉倒竖，杏眼圆翻，拿过龙泉宝剑，宝剑出匣，说了两个字，许仙当时就得吓死。这俩字怎么说的？许仙！哎，快别演了你。来，有请二老师。坐。哎，请坐，请坐，请坐。哎呦。来，刚才这听着没听过瘾，对，真没听过瘾。是，今天能不能来一点点给大家展示一下？除了相声之外的，刚才是河南坠子，对不对？对，还有什么样能给大家展示一下？精通不敢说，反正谁要是点一个什么戏曲呀、啊，你看门类啊，哇，随便点你啊，你瞧，这聊完了以后，嗓子突然喝凉了，他好像。反正嗓子肯定是不灵，但是味道还是有。我家住在大桥头，这什么戏？黄梅戏啊！我好懂啊！我这……哎，咱们能不能稍微的把这个剑换一点？咱们行，过，以后比我懂得多的观众不要再叫了，行？那就没有观众了。啊，这是黄梅戏啊！哎，再来一个昆曲哈！哎呦，太棒了，雅致之极啊！来。我天啊，这是二本腔，跟那个大嗓啊，这是一般分本腔跟二本腔。刚才唱了黄梅戏、昆曲，京剧我还用唱吗？我那是家传，京剧那是家传了。这样，咱们最后请王东老师来两句京剧，给咱们打打底儿，好不好？来。我本是卧龙岗山大乐的大家一起来呀，一起来呀，很开关呀，很开关呀，很开关。月儿刚满，叮叮咣咣，大鼓敲锣，咚咚当当。我站在唰唰哟，铁峰顶，唰唰，很不能。再来一个，这样。选啊，下一个又得选了。大家给他点建议，你觉得选什么好啊？麦子是吧？麦子哈，麦子可以。我们河南呢是全国的口粮生产大省，还是小麦调出大省？对，有句老话说得好呢，叫做"中原熟，天下足"。怎么解释这句话呢？就饺子大伙儿都吃，那您所吃的每一口饺子，七成以上的概率，这饺子皮儿，用的就是我们河南小麦。那接下来咱们这个节目啊，就是选自于劳动当中的一段场景作为创作。来，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卢鑫宇浩带来《新劳动号子》。非常高兴啊，咱们这个满堂喝彩，中不中？中不中？孩子莫放那套，性不同。谁说河南说唱很不同？福州唱出来就像孙悟空。我在黄河里游泳，黄成了中国菜。我在开封府敲过钟，开封府挂个帅。生长在中州就应该骄傲，生在中州就应该骄傲。你有什么毛病是吗？你哪的事儿啊？您这一上来在这是干嘛呢？我们这说相声啊。说相声咋了？说相声，你这是说唱吗？我这是河南说唱。相声是不是说唱的艺术？是。那我来段说唱咋了？什么毛病？我们是说唱的艺术，你这叫说唱，知道吗？一样嘛，说唱的艺术，说唱那不一样，不一样。我是拿这个河南说唱，让大家发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哎，国内外所有的说唱这种节奏都是来源于我们中国的民歌。您等会儿，这国外说唱来自中国民歌，嗯，这就有道理吗？这个当然有道理了。来源于我们这个民歌里面有个种类，哪个种类？耗子。什么？耗子？不行，嗯，只能给你弄俩猫。耗子？这什么呀？这是劳动的耗子，不是打洞的耗子。说清，那叫劳动耗子。对了，就是劳动人民在劳作的时候，根据自己劳作的项目，根据这个节奏哼唱出来的小曲儿。哦，尤其像咱们以前这个南方有一个车水耗子。车水耗子，哎，上面一个大竹杠子，哦，有个人趴在上面蹬水车，哎，十几个人在上面蹬着，脚底下踩着水车。您给展示一下这耗子啊，杠子上一趴，啊，趴在这儿。大嫂子，那二妹子，那这么大家一起来呀，一起来呀，蹬个穿个穿呀，蹬个这么大家一起来呀，呼！哎呦呵，这是车水耗子，车水耗子，啊，有点意思了。当然现在就用不上了。哎，现在摁个开关解决问题了，不自动化了。你我跟你这样讲啊，虽然说现在脑力劳动替代了很多的这种体力劳动，嗯，但是这摁开关算不算劳动？算不算干活？大嫂子、二妹子，嗯，两个人趴在遥控台前面指挥这开关，一样吗？就唱这个，你带节奏就行了。咱在操作台这儿了，太好了，他就趴在这儿。大嫂子呀，那二妹子呀，那咱们大家一起来呀，一起来呀，摁开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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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咔！哎呦嚯，意思这是玩坏了。哎，不是所有的这个劳作，因为每一种劳作它有不同的节奏哦，不同的劳动耗子，嗯，很多时候运用你必须要提取很多元素。这提取元素发展呀，咱们有很多这个流行歌曲提取了咱们劳动耗子的元素啊，哎，所以我们必须要改变哦，哎，那到城市里也有自己，嗯，根据自己这个劳作编这个劳动耗子的，城里边这个，那碰见一个清洁工老大爷，这扫大街这怎么唱啊？拿了个大扫帚，大扫帚啊，嗯，我站在唰唰烈风中，唰唰恨不能唰唰把这大街扫干净，唰唰望苍天，唰唰你肯死殿中，唰唰扫把在手，哎，小伙子你别扔烟头。这大爷这街扫的干净不干净不知道啊，大爷这腰骨好的，嗯，就这个感觉啊，这就有意思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创作很多现在的这个劳动耗子啊，脑力劳动也需要劳动耗子给我们释放那种压力。不，哪行业比较压力大呢？销售行业。对，销售行业这个压力，他们没有这个劳动耗子，他们有。他们有没有？这我想起来了，嗯，你早上出门的时候在大街上没看见吗？什么？店门口站一排，大伙都这姿势，你知道吗？但是，加油加油，我最棒！加油加油，我最强！嘿嘿嘿，加油加油！就我要不拦你，是不是就尴尬哈？很尴尬。不是你这怎么你干嘛用那个眼神看我？不是这个东西太枯燥了，这还枯燥？劳动耗子都是有艺术性的。这多精神抖擞啊！这抖擞什么呀？这都哆嗦上了，没有这个韵律。哦，你要真说在咱们河南，啊，咱得用河南这黄河耗子。黄河耗子，哎，里面有个打卧耗子。什么叫打卧耗子？哎，就是这个筑坝呀，夯土。哦，那个卧，十个人站成一圈，手里拿个绳，拽着卧夯这土。哦，叫打卧耗子，姿势跟你这差不多。也是这姿势。哎，但是啊，你听，嗯，我唱的要是长的长句儿，哎，你就唱后仨字儿。行，我唱的要短呢，行，你就喊嘿，就唱后，行，没问题，可以吗？行，我就记住后仨字就行。准备啊，来，嗯，哎，加油加油，我最棒哎，嘿，我最棒哎，业绩业绩蹭蹭涨嘞，嘿，蹭蹭涨哎，每天上班真是忙哎，还真是忙哎，买车还买房哎，还买房哎，加油嘿，真棒嘿，上班嘿。真棒嘿，早上嘿要吃饭嘿，你不吃嘿饿得慌嘿，软嘿软嘿软软嘿软软嘿软嘿软好嘿无亏嘿，八匹马666，司机发财，大将出酒，二郎担山，该你喝了，你等会儿吧。这是劳动耗子吗？我这是花钱耗子，我心里头了。来一个。
来吧，二位。一般来讲，我们这个相声返场呢，都是旁边有个主持人。那当然。假装出来以后，哎，两个人再往回走。是，我们主持人都坐那儿了，欲擒故纵。哎，这还行。你相声演员来讲，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职责。这什么职责？你需要宣传我们的传统文化。那当然了。啊，走到哪儿跟人要交流。哎，我们必须要让人知道我们懂很多。你不说你不懂，嗯，是不是？嗯，你就去给人家去，那不行啊。那当然了。你而且我们要去国外。到国外干嘛去？到国外，嗯，逮着外国人给他演，让他听得明白。那听不明白，嗯，他听不明白，他能听懂中国话，听不明白，用外语跟他说。我不会。你不用会，出了国 ，yes yes no no oh no 就结束了。你们有什么难度？你告诉我，你的。我这捧哏连个语法都不用考虑是吗？对呀 ，yes yes oh no oh oh no。主要在于我们逗哏，你们词儿多点儿，那太多了啊！你们六个意思，人家给你拿一个海明威一本书，什么是不是？老头与海哦，老头哎，老人，老人与海，老人与海，咱得给人推荐鲁迅先生，嗯，咱们的文豪啊，对你给人推荐，你说鲁迅他听不懂，哎，得翻译过去啊，那也得翻译 ，Mr. Quickly 鲁 ，Miss， 很多人翻译 fast 鲁错了 ，fast 只有速度没有情绪 ，Quickly 很着急 ，Quickly 鲁。你是翻译名字还带情绪，这玩意儿，咱得给人翻译，嗯，是不是？走到哪儿，咱得能把一个什么东西，比如京剧，京剧什么，咱去了，当当当，咱给人翻译出来。不，我在这儿唱京剧，你能翻译吗？同声传译，调也得翻译。那废话，那调不翻译，那我光说词儿能行吗？那行，是吧？那我唱京剧，你给我翻译一下。你唱吧，我唱一个传统的一个经典的一个剧目吧。啊，三家店，对，翻译 three restaurants。啊。就三家店都能吃牛肉汤啊，啊，吃个简餐都可以啊。是，这就叫三家店。对对对。那我唱了啊，唱吧唱吧。哎，将身儿来吃菜，他家一口，来他八得印度的死拽的。我也上口了，死拽的。是不是？去了去了去了。哎呀，行行。尊一声国王的宾朋听从头 ，Everybody ladies gentlemen listen to me。一不是响马兵则口 ，This is not safe and safe。还赶一晚，safe。而不是。带人呢，八尘头。This is not a bad man, still the city。杨林与我来争斗。杨林 this guy fighting with me。因此上发配到登州。Because of this, go to 登州。I say to you, say hello.You say to me, thank you. We all say the see you tomorrow. 别唱了。来，行，但是这样的，再来一个，再这样，这样，对，所以我们就往这儿挪。谢谢卢新宇老师，谢谢。小时候这种圈村里人人都爱听，月明风清的夜晚，大槐树下摩肩擦踵，趴在爷爷的肩头，望着那人头攒动，寻着声，伴着牡丹的清香，绽放幸福美梦。
说一段三国话，关羽战将，听一曲西天取经，法师玄奘，狮王白驹，香山里深藏有一位女皇，定都洛阳。远远儿钢板叮叮咣咣，大鼓小锣咚咚当当，吹胡开弓弯转悠扬，三声喊响是乱情长，书生人人动心，东西南北尽在其中，悲欢离合世界冷暖，冬去春来梦回洛城。说一段三国话，关羽战将，听一曲西天取经，法师玄奘，狮王白驹，谢谢白敬亭老师，也谢谢声远和古城弦乐队，谢谢。好棒！来，先问一下，几位都是洛阳本地人吗？对，我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洛阳人。在一开始最出彩的应该就是白老师的《河洛大鼓》。河洛大鼓，对吧？对，因为这首歌本身就是用的河洛大鼓的最重要的元素在里边，曲调也是，你看中间那段月儿刚弯，我属于抛砖引玉。您这是抛玉引玉。四五年前我们都在一起合作过，所以我也特别喜欢咱们乐队这种风格，这种守正创新的感觉。守正创新，而且刚才还说是各个行业的。啊，对呀，来自不同的行业。对，我们确实这个乐队有很多音乐行业之外的朋友。旁边的是吉他手，大家好，我是一名铁路工人。哇，铁路上的，开运河里来了。在我右边的是琵琶，他是一名老师。那边是我的中国鼓，大鼓老师。专职工作是饭店老板。哦，业余爱好是打鼓。这应该就是这就完了，这就怪我们，是吧？是吧？我没混好。好，这个是我们的笛箫老师，海星。特别厉害，这个乐队我感觉到了。用现在流行的话说，这应该是一个标准的斜杠青年组成的乐队，对不对？谢谢，谢谢你们，谢谢。新杰和黄小满的骑师傅马挺搞笑的，小黑驴，那个小女孩特别可爱。河洛大鼓，牡丹花开，特别惊讶于白老师的唱腔，印象非常深刻。马月的节目里面有很多台词都很有意思，氛围特别好。